走起五点来的，这个知道是，你快把电呀！这个，你出三个小时，再说他，这一二三就得走了。你去家这个，天气预报，风三三度，到白天说热的你高，瞧不出，不着树，慢慢的。 连个八旗贼完本不说了。阿木木不怕人，他是我喜欢的。哇，铁铁穿的衣服真好看，那是两个啥了？两个什么图案？ 不好烤，啊，那东西不好切，不能吃。吃了牙齿疼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我错了，哎，家伙，多疼。 年后多的，来，说成了木木都是木头，这些都是木头，多少卷点啊？那个不下娃那是一根卷毛了，我头上就长。这有多大的了？你看，嗯，那还，你屁股小奶奶，你还有多半个？你不是上半个，那半个招呼我做吗？ 屁股小奶奶也有做一个当，我做的是白的，都是红的。嗯，那我坐这儿，叫你妈妈坐那儿，妈妈不坐，你把屁股坐不香。哦，你坐了我不。别胡扭了，撒碗了，哎呦哎呦哎呀，桌子一会儿也还，你看看谁也能撒的光棍儿。 白条，这是碎坏的，搞点缝。白条白发，白条有大头发，这五花肉，总是可白活了，条红。